这几天看他情绪有点低落，我听说鱼里有种特殊的脂肪酸可以让人开心起来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开心鱼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蛋清和淀粉可以让鱼肉变得更加嫩滑，切一个西红柿把它剁成泥，锅里加一点油，下入大蒜爆香，再下入西红柿泥，等到变粘稠了加入清水，铺上金针菇和腌制好的鱼肉，让它们吸出汤汁。天气逐渐变凉了，大家要照顾好自己，暖乎乎的茄汁开心鱼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